下总传来几声烟迷，飘荡在大漠苍穹，苍鹰在手，壮志怀在胸，风吹草低行万里路，雪人霜刀变赛风。而心中的豪情，从小与众不同，鸿鹄高飞云霄外，雁鹰豪气观长空。男儿心中的柔情，依然澎湃汹涌，来到古巴到处歌。世间冷暖，等闲一笑中。我的未婚妻被你弄到手了没有？迷魂药很管用。那就快给我松绑，让我抓紧时间去打听展昭的下落，我就可以快点换回我那漂亮的未婚妻。那么咱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见面？后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见面。好，那你就静候佳音吧。南先生，你就别再往那儿去了，我们已经全都撤走了。我有重要情况向公主报告。我可以带你去见她，但是我必须把你的眼睛蒙起来。没问题，来吧。哎，对不起，陈姑娘，委屈你了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，现在要杀要剁，悉听尊便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和姑娘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你呢？那你干嘛要把我绑到这儿来？你说呀。为了展昭。难道你怕我找到展昭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你的未婚夫南山虎现在正在我的手里，他说他能够帮我找到展昭，并教我用这个办法把你弄到这儿。等他帮我找到展昭以后呢，我再把你放了。什么？这个王八蛋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的未婚夫。姑娘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因为展昭，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我要把你弄到这儿来。哼，谁知道你心里怀的是什么鬼胎啊？我只想告诉你，南山虎他这个人品质恶劣，极端自私。像这种为了自己不惜把未婚妻作为人质的混蛋，你应该跟他一刀两断。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南山虎这个人，现在我决定和他一刀两断。哦，不用谢。另外，用这种方法对待你，我觉得我应该表示歉意，请姑娘你原谅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天下竟然还有像你这样的好人。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世上没有任何好人。我不否认这世界上有不少坏人，但我认为好人肯定要比坏人多得多。
我能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结婚了没有？没有。哦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那你的女朋友一定很漂亮吧？有漂亮的，也有不漂亮的。难道你有很多女朋友吗？不错。你倒是挺风流的。风流？我从不风流。我和这些女朋友只是谈得来，保持一种友情关系而已。你看我能成为你的女朋友之一吗？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放弃追杀展昭的念头。好，我就答应你的条件。姑娘，你可得说话算数。当然算数。那好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不该把朋友捆在这儿的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希望你信守承诺，不要再追杀展昭。我允许你歇一会儿再来和我较量，我可不想趁你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打败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朋友呢？谁是你的朋友啊？这叫做兵不厌诈。陈姑娘，我是真心把你当做我的朋友，希望你别再去找展昭报仇了。办不到，我就是为了报仇才活在这个世上的。你这么说就怨不得我了。你这个人真可笑，我干嘛呀？陈姑娘，没事的，我的分寸感掌握的还和以前一样好，死不了，你放心吧。那好，他醒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哎，你原来是在装死。你的分寸感掌握得并不好，还是让我来教教你吧。公主今天身体不适，正在休息，有什么话请对我说，我会转告的。孙国舅要我转告公主，他觉得他去当监军诱杀狄青的办法不太妥当，朝中很多大臣都知道他和狄青有仇，这样有损他的形象。你对他说，他不这样办，我们就把展昭给放了，让展昭把他贪污军饷的事全兜出来。说过了，但他认为你们放了展昭对你们也没好处。哼，这也简单，你就回去对他说，咱们走着瞧，到时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吴先生何必把事情搞得这么僵呢？你们不就是要把狄青干掉吗？我倒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如愿以偿。什么办法？我能把狄青引到你们指定的地方，你们可以亲自动手把他给干掉。哦，你真的能把他引出来？当然，只要你们能付足佣金。你替孙秀干是义务的吗？不，我是为两家人办事，拿两边的钱，所以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再付你一笔钱。不过，你要是不能把狄青引来，我们不是要你还钱，而是要你的脑袋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说我是你的相好，让狄青蒙倒我做人质？哎，雅妹，你误会了。
你既然拿了我的钱，为什么还要出卖我呢？我怎么会出卖你呢？我是为了做成一笔我们俩都有利可图的好买卖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哼。哎呀，小姑奶奶别踩呀，听我说完呢。哎呀，哼，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了解吗？快说吧。我是不是东西我也知道，你不喜欢我，但我确实喜欢你呀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我不敢胡说八道，我这么做事先没和你商量，是我不对。其实我想拿到这笔钱后给你一个惊喜。给我一个惊喜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不会落进圈套，我们也就得不到这一笔巨款了。哦，那你设置了什么圈套啊？我骗他说我能打听到展昭的下落，让他明天晚上在老神庙和我见面，在那儿把他干掉。你把他干掉后去哪儿找我？我和你心灵相通，凭感觉就能找到你。看来我不打烂你的嘴，没法让你停止胡说。只要你高兴，打死我，我也心甘情愿呢。你快跟我滚！好，我滚。亚妹，那家伙是展昭的朋友，不干掉他，杀父之仇就报不了了。吴真，你说天黑之前我们能不能赶到那座老神庙啊？没问题，公主。狄先生可真讲信用啊。快告诉我展昭在哪儿。他在西夏的百花公主手里。劫走他的蒙面女人是百花公主？没错。那现在他在哪儿？你看他不就在你身后吗？公主，真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见面。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。公主，虽然说咱们现在是敌人，可是也有朋友的成分吧。你能在和我过招之前听我说几句话吗？你说吧。我一直认为党项族和汉族应该和睦相处。我想当你看到两族百姓互相厮杀，血流成河的时候，心里也不好受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制止这场残酷的厮杀。这事儿恐怕你我都无能为力。可你应该明白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你的话我都知道了，拔出你的刀，咱们该过招了。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主人应该先让客人出招。啥？公主快追呀、公主你不用着急，我知道是谁把狄青给救走的。谁？她叫陈雅妹，一个长得漂亮但头脑简单的姑娘。那姑娘和狄青是什么关系？我没弄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让她乖乖的把狄青交出来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按规定你现在应该先付给我把狄青引来的费用，让他交出狄青的办法你得另外付钱我才能说。给他拿40两黄金。不是说好20两吗？两笔钱我一起付了。是。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。快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把狄青交出来。那个姑娘和展昭有着杀父之仇，我只要找到她，对她说公主愿意用展昭的人头换取狄青的人头，她肯定会把狄青的人头送来的。你和那姑娘是什么关系？是雇佣关系，她雇佣我打探展昭的消息。
看来你是为了多弄点钱，把狄青来这儿的消息通给了他，导演了这场戏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没有把消息通给他。至于他怎么会知道的，我也不清楚。肯定是你把消息通给他，你还想抵赖？不，我真的没有啊。鬼谷吏，不许对南先生无礼。南山虎，你快去找到那姑娘，跟她说我愿意用展昭的人头交换狄青的人头，但是我要警告你，要是你再敢耍花招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是，公主。流血过多，我去弄药，请你好好照顾他，行吗？行，你放心去吧。你对谁也别说我们在这儿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肯定会遇上麻烦的。我知道了，姐姐，你放心去吧。小妹妹，啊，大伯，小妹妹，昨天晚上可有一个姑娘背着一个男人来过？啊，没有啊。要是你见到过的话，就请告诉我，这银子就是你的了。我真没看见，怎么能吹牛呢？亚妹，亚妹，亚妹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亚妹，你这是给谁抓的药啊？给我自己。你可一点都看不出生病的样子，恐怕是给那个帅哥抓的药吧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亚妹，我南山虎可是一直把你看成知己呀，把什么都告诉你，可我没料到，也不明白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救他呢？你也没料到的事，就用不着费心思去明白他了。难道你准备放弃为你父亲报仇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只要把那个小子的脑袋割下来给我，我就把展昭的脑袋给你，我们来个一物换一物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先把展昭的脑袋给我弄来，我再把狄青的脑袋给你。这可不行，他们不见到这小子的脑袋，绝不肯把展昭的脑袋给我的。他们不把展昭的脑袋给我，我也绝不会把狄青的脑袋给他们。哎，亚妹，亚妹，你别走啊！亚妹，你出手也太狠了点了吧！哎呀，南山虎，你要是再跟着我的话，我就送你上西天。掌柜的，我想问一下。啊，客官，请问您要配什么药？我不配药，只是来打听一下，刚才来的那位姑娘配的是什么药？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嗯，别管那么多，快点告诉我就行了。她配的是养气补血扶正方，看来她是给一个伤势不轻的人治病。你在药行里干了多少年了？嗯，快20年了。那你也算得上是半个郎中了。可以这么说吧。那你看那个姑娘配的药够不够用呢？我看不够，这些药只够用一个疗程。
怎么说，过几天他还会来配药的。我看会的。那好，这样吧。你见到南山虎了吗？见到了，他说他已经有了那姑娘的线索，不出半个月的时间，他就会送来好消息的。可是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，我们得做两手准备。公主，难道你还准备继续逼迫孙秀出任监军，进攻风铃寨吗？不错，这样我们不仅仅能够解决掉狄青，同时还可以让宋军和风铃寨火拼，消耗宋军的人力和财力。这种一石二鸟的策略我们不能放弃，你说对吗？高，公主这招确实是高啊。吴珍，你马上想办法约姚通见面，买通他，让他配合我们。是，公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